飯でもみんな踊りを踊っているよ。お鍋の中からインチキおじさんどうぞ。いつだって忘れないエジソンは偉い人。そんなの常識赏花好不好，妈妈？在盒子里装满饭团和炸鸡块一起带去啊，还有煎鸡蛋饼。我说你也太突然了吧，还是下次去吧。妈妈再这么拖拖拉拉的话，樱花全都会掉落的。小玉告诉我，他爸爸今天就会带他去呢。啊，别人家是别人家，我们家是我们家。啊，妈妈，我们家也一起去吗？不去。啊。赏个花都不让去，我真是个不幸的女人。你这孩子太夸张了。别叹气了。啊，丸子，你不是还有我吗？同去赏花。爷爷。啊，天气真好，真是完美的赏花天气呀。不过这里的樱树，不管是花还是枝形，都还没到火候啊。我们先去买点点心和果汁，再找地方赏花吧。哎呀，樱老先生，小丸子，佐佐木先生，您好啊！你们好，修整树木真是辛苦您了。今年经您精心照顾的樱树含苞待放啊！啊，樱树忍耐冬天的严寒，看到他们迫不及待要绽放，真是感慨颇深呐。樱树被照顾得这么好，佐佐木爷爷真了不起。谢谢你，小丸子，你们是去散步吗？正准备去赏花呢。这样啊，那去樱之丘公园好了，现在正是赏花的时候啊。啊，真是听到了好消息。嗯，爷爷，我们去看看。太漂亮了。真的好漂亮啊。大家好像很开心的样子。我们也找个地方坐下来。你看那个人怎么一个人在赏花？难道他没有朋友吗？我看他应该是在占位置吧。他是在占位置？公司的人要赏花，所以先来占一个好位置。那还真是挺辛苦的。爷爷，你看他怎么了？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？你好，你怎么了？不好意思啊，能不能麻烦你们帮我看一下这里？我马上就回来啊。什么？千万不要离开这里啊！他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可能有什么急事吧。说不定是去厕所了哟。哇，这棵樱树长得好大，好粗壮啊！雄伟壮观。这里的风景也很好，还真是个好位置。是啊。非常感谢哦，帮了我大忙了。啊，我来占地方，突然有点想上厕所。还真被爷爷给说中了呢。是小丸子才对了。自我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名片。哦，丸山先生。是的。鄙人丸山正男。哎呀，我还是第一次递名片给别人。幸会幸会，我叫樱有藏。我叫樱桃子，不过平时大家都叫我小丸子。哦，我朋友他们都叫我阿丸。
你们两个人的名字里都有一个丸子。这么早开始占位子，真是辛苦啊。还好还好，其实我上午就来了。哎，那么早就来占位置了？嗯，毕竟是我的第一个任务，我想让公司的人在好位置享受赏花的乐趣。一片心意，了不起。会不会有点太早了呀？就算现在这里也不挤。说的也是啊。但是万一好位置都被别人占了，那不就麻烦了吗？一直在想着这件事，所以就早来了。阿环先生，您可真是爱操心呢。大家都这么说我。我还没有吃午饭呢。你又怎么了？我把饭团忘在公司了，枉费了前辈的一番心意。这里有点心，不介意的话一起吃吧。那多不好意思啊。别这么客气。不过作为补偿，阿丸先生可不可以让我和爷爷在这里赏花呢？这里的风景实在太好了。当然可以了，刚好我一个人在这里也很无聊啊。说起来，我真是个冒失鬼，真糟糕啊。这真是太巧了，因为我也是个如假包换的冒失鬼。这可不是值得大吹大擂的事。太失礼了，难得前辈给我做的饭团，我就那样放着忘记了。他一定很生气吧？别多心，没事的。就是啊，你都找了这么好的一个位置，他会原谅你的。是吗？阿丸先生还真是爱操心呢。阿丸先生，难道你相信诺查丹马斯的大预言吗？1997年的七月，会从天而降可怕的大魔王，毁灭全人类。说实话，我很担心，都睡不着了。当时这个诺查丹马斯的预言在电视上播出，造成了很大的恐慌呢。果然相信。小丸子，你不担心吗？我当然会担心了。果然，你觉得恐怖的大魔王是什么？坐着 UFO 来的外星人，还是陨石，还是火山大爆发？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阿丸先生，离现在还有些年头呢，所以不用那么担心。说的是啊，我这个爱操心的性格，真担心作为上班族能不能好好干下去。没事的，阿丸先生，肯定能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上班族。就是啊，阿丸先生，别总把事情想得那么糟糕嘛。喂，小丸子。是小玉。嗨，你们好。你好，碎波先生。小玉也来了这里，真是巧啊。是佐佐木爷爷告诉我说，小丸子你们也来这里了。哎呀，真是占了个好位置啊。沾沾光沾沾光。这位是。原来是这样啊，你是员工啊，真好啊，多水灵啊。没有的事。不快点想办法改一改爱操心的性格可是不行的。我冒冒失失的，总是担心自己要是搞砸了什么事，就被公司炒鱿鱼了。年轻，真是年轻啊。确实，在上班族的人生道路上，有着各种各样的困难在等着你。不过，只有经历过风吹雨打，才能够成为一名合格的上班族。就好像这棵樱树一样。是这样啊。没错，好嘞，总有一天我也会像这棵樱树一样开出了不起的花朵。有云，云出来了，要下雨了。是吗？好像没事吧。这么点云应该不会下雨。真是的，阿丸先生果然很爱操心呐。哎呀呀，事情总有个万一嘛。小丸子，我妈妈做的煎鸡蛋饼很好吃的，你尝一个。让我开动了。不，下雨了。太阳雨。给你。给你。太感谢了。谢谢。请用。谢谢。阿文先生真厉害。亏了阿丸先生，我们才没事。
没错，多亏了阿丸先生爱操心的个性，原来爱操心也能立功啊。没有的事，让你久等了。哦，社长，终于来了。挺能干的呀，丸山。丸山，饭团忘记带了吧？对不起。哎呀，这里真是个好位置，丸山，谢谢了。不，没有的事。社长说的没错，多亏了你才能够赏到这么好的画。那么，请允许我应有藏用一首诗吧。樱花朵朵开，人生樱花相映红，大家乐开怀，有藏赏画之景。哦，这个很好啊。对了，阿丸先生也来咏一首吧。不，我还是，这可是让社长看到你优点的好机会。快点来吧。来嘛来嘛。我就说了，小小上班族，目标乃是社之长，努力迈进。哇，阿丸先生，你说得很好，加油加油。很令人期待呀，丸山。丸山社长啊，对同样冒冒失失而因此倍感亲切的阿丸先生，小丸子心里为他加油。红雉的海调。对了，爸爸，下次去钓鱼应该会开车去吧？真是太好了，那爸爸带我一起去好不好？什么？带你去？不行，带你去我就没法集中注意力了。爸爸，求求你了，小鱼说上周他们一家开车出去兜风很开心的，车子在花田中穿行，景色可美了，他们还在可以看到海的饭店里喝茶呢。用不着坐车，花的话那边不是都长着吗？而且在家里喝茶的话，不管喝多少杯都是免费的呀。真是的，爸爸真是小气鬼。怎么，从小到大这么久不知道你爸是个小气鬼啊？求求你了，爸爸，就带我去吧。你真是很烦。我就是想去兜兜风嘛。不行不行，这次钓鱼可是一年一度的大型比赛。一年一度的大型比赛？是啊，到了这个季节，总是在深海里生活的鱼也会出现在浅海的，我可是瞄准这个去的哦。这次钓很大只的鲷鱼。那小丸子也一起去帮忙？都说了不要了，钓鱼是鱼跟我之间的比赛，为了这个我还特地买了一根昂贵的鱼竿呢。哎，很贵的鱼竿？买了很贵的鱼竿呢，妈妈知不知道这件事呢？你说什么？这要我不说出去也不是不可以呀。你是想威胁爸爸吗？爸爸，你别说的那么难听好不好？我要求不高，只想坐车出去兜风而已。星期天，我会钓条大鲷鱼回来，晚饭只要准备米饭和味噌汤就好了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等着你回来。那我们出发了。注意安全，一路顺风。天还很黑呀。当然了，哪里会有人白天出去钓鱼的？如果你不想去，趁早回家睡觉去吧。哼，瞒着妈妈自己偷偷买了根很贵的鱼竿。没事的，我不会说出去的。别这样看我，我是个守口如瓶的人，所以不要忘了去饭店，可以喝茶看海哦。哼，就会揪别人小辫子。快看大海！想钓鱼想得我心痒痒的了。爸爸，我们就去那里喝茶吧。这个时间肯定还没开门呢。这么优雅的店却没办法去。爸爸，我们随便去哪家店喝个茶吧。这一路你都没有在任何地方停过。再往前开一点，有一家很好的店，你放心吧。真的吗？那可一定要去呀。没问题，交给爸爸。喂，老板，给我下饵。好嘞。怎么样，这家店不错吧？爸爸，你是个大骗子，说好了在海边的饭店喝茶的，结果却到这种地方来。
这不是很好的海边饭店吗？而且我也请你喝茶了，别废话了啊，好好的享受吧。我真是个傻瓜，竟然会相信爸爸的话。真是的，我不是遵守约定了吗？鱼竿的事儿要帮我保密。好了，今天去钓个痛快。爸爸，还没有钓到鱼吗？这不才刚刚开始吗？哎，什么嘛，都已经过了一个小时了，别人都已经钓到鱼了。你看，我这次来可是瞄准大鱼的，钓上几条小杂鱼算什么本事啊？啊，真是好无聊啊。你就老老实实给我在这等着吧。好。喂，爸爸，我实在等不下去了。等不下去就躺着睡个午觉。这种地方怎么可能睡得着？那你数数羊不就睡着了吗？爸爸，让我也钓一下好不好？你钓得上来才怪呢。不试一试怎么知道嘛？让我钓嘛。哎，真拿你没办法呀。好，我换线饵，只能给你钓一下啊。好嘞，我一定会钓到大鱼的。这鱼竿还挺重的。你别掉到海里去。真是的，大惊小怪。哎，看到没有啊，这是卷轴。哎呀，一看就知道了。看我的。哎呀，丸子到后面去了。什么？为什么会飞到后面去啊？你到底往什么地方扔啊？哈哈哈，真奇怪。怎么，难道已经钓到了吗？对不起啊。怎么回事？我们的线缠到别人的鱼线了。非常抱歉。真是对不起。啊，不，没事的。哎，你的名字叫一楠呢。一楠，你经常和你爸爸一起到海边来钓鱼吗？嗯，一直等不会觉得腻吗？嗯，不会啊，大海很有趣。对了，给姐姐看一个好东西吧。哦，这是寄居蟹，你在哪里找到的？在这里。还有像螃蟹、海星什么的，很多的生物呢。哎，真的吗？我也好想去找找。哎呀，今天一点收获都没有。请问你钓到了没有？没啊，也就一点点。一点点啊？数量是有一些，不过没有大鱼。好嘞，我要率先钓上鲷鱼。嗯，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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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玩得好开心呐。嗯，真想什么时候也带小雪来。小雪是谁呀？是你的朋友吗？是我妹妹，还是个小宝宝。诶，非常的可爱，手也小小的，我经常会喂他喝牛奶哦。真厉害，一楠不愧是个好哥哥。今天为了庆祝小雪出生百日，妈妈要做好吃的，说这个呢叫做开食。爸爸现在钓的这个呀，就是庆祝用的鱼。哎，这么说来，一楠爸爸今天要钓好多鱼了。嗯，不过今天需要钓鱼，不知道爸爸能不能钓到。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嗯。哎，为什么鲷鱼一条都不上钩呢？他们都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呀？真是的。这可糟了，要是今晚没有鲷鱼，那就真是太不像话了。我不该说那些话的，晚饭只要米饭和味噌汤，最重要的鲷鱼一直都不上钩啊。还没钓到鲷鱼吗？怎么办呢？小雪的生日宴会，一楠，一楠，一楠，实在是太危险了，只要会掉到海里去的。一楠，很危险，快住手！可是小雪的钓鱼。好了，快过来。知道了。啊！好嘞！哎，眼来了！哟呼！真是很漂亮的鲷鱼啊。还好啦。好了，差不多要回去了，妈妈在等我们呢。嗯，姐姐拜拜，谢谢你今天和我一起玩。小丸子，爸爸厉害吧？
我说，爸爸。怎么了？这鲷鱼我们给一楠吧。耶，丸子，你别吓我啊。一楠家里的小宝宝今天是百日，晚上有生日宴会，所以今天无论如何都需要钓到一条鲷鱼带回家才行。求你了，爸爸！一楠的妈妈也在等着他们带鲷鱼回家。可是把这条鲷鱼送给他，我们的晚饭就没有菜了呀。有味噌汤就够了，一样可以吃饭。爸爸。开始。你好。听说你女儿庆祝百日啊，那么就把这条鲷鱼收下吧。收下吧。可这是您辛苦钓来的呀。没有没有，这根本无所谓的。快把它拿回去给小雪吃吧，今天可是开始哦。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，太感谢您了。真是非常感谢呀。不用那么客气。哦，对了，作为补偿，请拿走我钓的鱼吧。不过竟是一些小杂鱼，真是很对不起呀。那真是帮了大忙了。姐姐，谢谢你。生日宴会上有鲷鱼，真是太好了。爸爸，今天真开心呐。钓鱼果然好啊。对不起，好不容易才钓上了条鲷鱼。没关系的，小宝宝的百日，一生只有一次，鲷鱼爸爸什么时候都能钓。爸爸，好帅哦。爱钓鱼的男人都是很帅的哟。快点回家吧，妈妈还在家里等着我们呢。今天可是大丰收啊。在海边度过的春日和清爽的海水气息，现在还留在小丸子的心里呢。照顾一年级学生了，我照顾的对象是像山根一样常常肚子疼的小男孩，一直待在医务室里，没有办法成为好朋友，这真是让人伤透了脑筋呢。下一集樱桃小丸子，小丸子成为一年级小朋友的姐姐，敬请期待哟。巴呀巴巴巴巴呀巴巴巴呀巴呀，哎呀呀，卡达布拉丘林库，找一道黑的。